主料鲈鱼两条，蔬菜、辅料、油、酱油、料酒、姜葱、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生姜切片，鲈鱼洗净晾干，起油锅七成热时，将两三片姜片放入爆香，将鱼整条放入鱼身煎烤一面后至金黄，再煎另一面至金黄，加料酒酱油和适量开水焖滚10分钟，最后加入雪菜和糖，稍微收一些糖汁，撒下葱花碎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有个说话叫千滚豆腐万滚鱼，就是说做鱼不要怕煮得久，煮得越久越有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